习近平同志简历。习近平，男，汉族，1953年6月生，陕西富平人。1969年1月参加工作，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。在职研究生学历，法学博士学位。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。李强同志简历。李强，男，汉族，1959年7月生，浙江瑞安人。1976年7月参加工作，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上海市委书记。赵乐际同志简历。赵乐际，男，汉族，1957年3月生，陕西西安人。1974年9月参加工作，197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。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。王沪宁同志简历。王沪宁，男，汉族，1955年10月生，山东莱州人。1977年2月参加工作，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，研究生学历，法学硕士学位，教授。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。蔡奇同志简历。蔡奇，男，汉族，1955年12月生，福建尤溪人。1973年3月参加工作，197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，在职研究生学历，经济学博士学位。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北京市委书记、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、党组书记。丁薛祥同志简历。丁薛祥，男，汉族，1962年9月生，江苏南通人。1982年8月参加工作，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毕业，在职研究生学历，理学硕士学位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。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办公厅主任、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。李希同志简历。李希，男，汉族，1956年10月生，甘肃两当人。1975年7月参加工作，198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，大学学历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、广东省委书记。